沙田除了出名吃雞粥、吃乳鴿，發比還介紹多樣給大家，吃炸糊，兩次都是越位在先，看他的樣子當然不是那麼好味了。更加不是味宜的是要先甜後苦，隊長賴啟卓35分鐘在662個入場球迷面前使出這麼漂亮的勾射，先開紀錄，第一次主場就領先，回沙田友甜到流啦。點知之後被余婉連入三球反省，高凡臨完半場先追成平手。換邊後吳浩鵬罰球搞到倒戈的范俊業甩手，凌松補一腳，余婉反超前2-1。跟住高凡壓到落底線出波，空殺的又是凌松，余婉領先到3-1。兩隊都在首場到輸波，隨住發比補時階段門前抽高，余婉贏3-1，沙田在自己地頭都輸，開季2連敗。